刚才呢看见这个广州呢，我可以说也是有相当多的旅游胜地。不过在这个礼拜呢，重头戏还是在天国区天国体育馆里头上演的头跑者世界杯的争夺。那今天的这场的决赛赛事呢，分别由马来西亚跟印尼争夺这一届的锦标。那在这一场的决赛赛事呢，虽然刚才呢，马来西亚他们是先把头球赢下了第一场的比赛，不过在这第一双打赛事呢，他们现在被零比十，让陈甲亮跟 Sigit 现在7-3、7-4赢下了头两局。对，那么从这两局来看，那么马来西亚陈真明跟周俊一呢，在防守方面呢，今天不是特别的这个理想，就是比较多的一些失误。跟出球的质量不是很好，所以才给这个陈甲亮跟谢振先生在比较轻松顺利的情况下呢，这一两局7-3跟7-4的这个比分呢就先开两局。他们是否能够在第三局里面能够挽回一点这个局势？那么首先要就是加强自己的一些进攻，尤其在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个防守方面，就是说最少要注意这个出球的质量，跟他们这个减少一些失误。那么还是自己的这个挑球的失误，也发球。好球。刚才我们看这个西比呢，在打网的时候，这个球打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差。对，2-0领先。可是周俊一对上半出现了失误，太着急了，因为这个球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得分的机会球。今天这个周俊一呢，在几个就是说比较顺利的情况下，自己主动失误。对，马上一个周俊一，那一场也是出现了一个回球的失误。Possibility of getting some points here. 对。在这里看来快速回球拿下的还是比较吃亏的。对对对，而且 CD 刚才这个球是非常这个快的，而且就是说已经做一个判断，就是说可以说抓住他们的球。等一下这个比分又反超前有一个3-2领先，陈甲亮的发球。从刚才的第一个发球已经抢得了主动大牛队。你现阶段这种气势应该要调节一下，就说不能这样一直下去，因为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对，最后我觉得现在目前陈忠明跟周斌属于这种糊里糊涂在打球。从第二局来看，就几乎很少有最后有用自己的失来打死对方的，能够拿分的也是对方的一些失误。所以应该要检讨一下，就自己在这个场上所采用的一些技战术。现在多回的发球权，那我们来看周俊一、陈仲明的机会，2-5。今天整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反应要慢到他，很多球其实应该是他主动的，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他已经准备在那个地方，可是那个球还是过不去。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精力方面已经是要跟这个场上的这个速度呢要慢的这个半拍。现在就有了发球的机会，印尼队出手非常的快，直接发了一个高球，而且是直接得分，6-2，他们上了点。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今天这一场双打应该是3-0呢，这个会获得这个胜利。防守的非常稳固，最终周俊一仍然是抓在先给这个身体的位置。像这样的防守呢，应该要早一点，从第一局就有这样情况，就会不是这样的局面。所以其实
比我刚才这个没打之前我说这边会精彩，是应该有这样一种实力，双方应该本身是有这样一种实力，结果今天这个马来西亚队这个组合就是说在这个这几局的比赛当中都好像还没有醒呢，而且今天的失误太多，最终也在周俊英再度在他主动进攻失误情况下，一年的组合拿下最后的一分，今天他们是直落三局相当好的表现，压倒了世界第一的组合马来西亚的陈正明跟周俊英，拿下这一场双打的胜利，而在总积分现在印尼跟马来西亚是打成了1-1。那么再次就是说为今天这场比赛来说，就是说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的那么精彩的这种对局啊，那么最重要的这个原因是陈忠明跟周俊英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就是说自己的失误太多，而且好像整体的这个接种呢要慢了这个半拍。